各位评审老师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绿野树峰节点剧。我们的书有分成很多部分，第一个是研究动机，第二个是研究动机，第三个是研究模板，第四个是研究结果，最后一个是结论。第一，研究动机，我们在市场中发现贩卖的只有眼镜，其余的叶子都为废弃使用。部分的眼镜也因为无意保存而导致腐烂，变成了堆肥。因此，本组为了不想浪费眼镜，所以采用了天然的食材来腌制，达到了低糖低盐腌制法。他们产品可以更加健康。至于演变的方式，我们采用了制作茶叶的方式，在演变上达到了绿色环保，增加了营养价值。二、研究目的，我们探讨每门在地的种植业的情况，还有如何将野人废弃的眼镜叶子从保育期间较长较短，探讨低盐低糖的腌制方法。最后一个是分析消费者对于生态体验的市场定位。我先探讨，我们探讨了客家文化的大米杂粮的分子量，以及乳酸菌具有天然性不耐酸，导致不利于低盐菌生长。以上的腌制物配合的是加压乳酸菌，可以控制发酵菌。第四，米曲喜欢在温暖的潮湿的环境下生长，米曲拿来制作烧酒会产生硫酸。第五，杀菌越狱的关系，高温杀菌会破坏酶的活化性，致使多酚类物质被氧化，防止一直变红，达到保护层的预测。收价为$140，四缸成本为$14，售价为$45。我们的沟通方式。
分享产品的介绍以及建立品牌的形象。奠基性为利用网络行销和市场探位进行贩售。计划分析，我们的优势是提高一点创意料理的价值性，以减少食物浪费达到环境永续发展。我们的劣势为目前以手工制作而成，无法大规模生产。我们的威胁为消费者了解食物较低，消费者较有困难。我们的机会为将废弃叶子再次加入产品，使产品制作方法较为天然，在让其营养及附加价值提高。我们是绿野塑封节连续，谢谢。